大家好，又是我 Anson Low， 事隔一年啦，欢迎大家回到嚟呢个神徒寓教处。继上一年，我同大家一起住咗一个好複雜嘅西兰花炒鸡楼啦。今日咧，我除咗煮嘢食之外咧，想一边煮嘢食一边答大家喺 IG 度问我嘅问题嘅。开始煮先啦。嗱，好简单嘅啫，我今日已经准备咗所有嘅食材啦。咁咧，我今日咧有啲迷茫添。迷茫的一秒间，我应该是要切咗个，唔系切咗肉先。围裙啊！即系时间一年，我戴围裙嘅技巧都系冇进步到。我问问题啦。好。小婷婷中意 Blackpink 多啲定系中意神徒多啲咧？神徒冇得拣噶，其实呢啲两个唔同性质嘅嘢。你希望自己的女朋友跟自己相差多少年啊？其实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问题，我接受到就算大自己十年都 OK， 年龄不是一个问题。我想小我十年或者大我十年咯。Around. 如果 Jenny 大你二十年即是说今年四十几岁 OK， 那她是 Jenny 嘛。是的，嗱 ,proof 了，其实是没什么所谓的，最重要是啱 feel 在这里。Okay. 神童问你有几多条穿窿的黑色裤？我有三条同款的穿窿黑色裤，跟住有一条是不同款的穿窿黑色裤，咁即系总共是有四条。点解会买三条呢？因为嗰个款我真的很喜欢，咁就不如买三条一样的你。咩？我嗰阵时答唔到问题，所以就不如买三条攞嚟替换下。我哋有啲切咗嘅身体啊！喂，點會咁樣講出嚟㗎？唔使，家庭觀眾，如果你真係唔識切嘢咧，其實好簡單嘅，你唔需要驚，好似我咁用啲力切粒啊嘛嘛。有冇試過表演嗰陣出錯，最後點樣執衫？有啊，我有一次係跳 ASAP 嘅時候都冇啊，純粹個樣冇咁驚咯。跳錯 step 嘅時候，繼續好大力、好大力咁跳舞咯。唔好俾人發覺，係咪你都發覺唔到咧？你下首歌係咩風格嘅？慢歌定快歌？第二首單曲將會係跳唱快歌嚟嘅，我知道都係一個好有格調嘅歌啦，可以話係自己錄嘅時候，我覺得佢係一個好 sexy 一個夜晚嘅一個 mood 嚟嘅。我覺得呢首歌係好特別嘅，因為我參與創作嘅程度係唔會比《一鎖原名》少。如果有其中一個 Mirror 成員去蝦神徒，咁你會點做呢？打佢。你覺得邊個 Mirror 成員去蝦神徒？最大機會應該係雷俊安，我都幫大家打咗佢唔少啦，大家放心。有冇掛住神徒啊？梗有啦。你認識咗最耐的朋友是邊個？同佢有幾 friend？ 如果仲 stay 到好 friend 好 friend 嘅話，我師傅咯，丹兒，同佢認識咗我諗六年啦。由一開始我跟佢學跳舞，到變咗係咩都講心事嘅一個 best friend。有時遇到啲批評啦，咁會唔開心啦，咁你點樣開解自己同埋面對外界嘅批評呢？其實批評呢樣嘢咧，我覺得係好講你對自己了解有幾多嘅。譬如有啲人係惡意批評你啦，捏造一啲事實啦，捏造事實，即係捏造一啲假嘅嘢啦。如果你識得判斷嗰啲其實根本係假嘅時候咧，我係會選擇 ignore 佢。咁但係我覺得每個人對自己都好了解噶嘛。即係我覺得，譬如同初對嘅時候，大家都話我唱歌唔夠好啦。咁但係其實呢樣嘢係我冇得反駁嘅嘢嚟噶嘛。一定要承認自己有啲咩唔好咯。十個裡面有九個都係話你唔好嘅喎呢樣嘢，咁你就會知道啊，咁一定係有原因嘅。Everything happens for a reason。最好嘅就係都係好好改善自己的問題，令到人哋對你另眼相看咯。你仲會唔會去台灣拍劇啊？會啊，年中。其實係咪而家已經年中啦 ？Around 八月度咯，呢個角色咧係十分之虛幻啊，可以咁講。但我唔會拍好耐嘅，所以我好快就會翻香港。但係拍台灣劇要講國語。我的普通話好多啦，真的真的，相信我。切完尾。你希望你嘅女朋友係公眾人物定唔係公眾人物咧？如果有得揀，會揀係圈外人咯。即係如果做同一個圈嘅時候，面對嘅壓力好共同，即係好似好辛苦咁。未試過啦，咁但係係咯。但可能圈外人佢唔了解你，咪仲衰。都唔係，咁如果佢同到我拍拖，佢已經知道我做啲咩，但佢都肯同我拍拖，咁即係佢接受咗啦。佢亦都好了解我做嘅嘢，我需要面對嘅嘢係咩。咁我覺得佢應該 OK 嘅。如果有日成日喺街度喊，咁你點？其實有喎，我想講係有試過㗎。一個神徒第一次見面嘅時候啦，佢就同我講好感動，咁佢就話啊，可唔可以影張相咁？
佢就突然間流一滴眼淚，哦，好感動啊！我第一次見你啊，我覺得好開心，你肯同我影相。每次見到大家見到我咁開心，其實我自己有一種感覺係覺得，我有冇咁神奇啊？點解我可以令到大家咁開心嘅？如果大家喺街或者喺任何場合見到我，你都可以 feel free 問我可唔可以影相，係絕對冇咁歡迎嘅。你會唔會考慮同許廷鏗前輩再合作？你教佢跳舞，佢教你唱歌咁？哇！我何德何能啊？許廷鏗前輩咁得閒，即係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許廷鏗前輩嘅，咁所以我自己當然梗係好想繼續同佢有合作。係啊，等陣我應該要做咩？我應該要唔係好亂啊！如果大家見到我雞手鴨腳嘅話，其實我平時完全唔係咁嘅，但只不過即係我而家 multitasking 緊啊，我又要切嘢啦，又要嘢啦，咁同埋我擺咗好多心思喺答大家問題，咁所以我平時唔係咁嘅，即係我係。好 pro 嘅 ，OK。我想講，原來一路答問題一路煮嘢食係好難嘅。對你難啫。OK， 好。我而家就滾緊意粉啦。咁啱啱我就切完煙肉，亂。我究竟喺度做緊咩？切緊蒜頭。即係煮飯係可以 multitask， 我媽都成日都係咁講嘢嘅。我唔係話你唔識，可能煮得好好食咧。啊，唔係要搣咗啲衣先嘅咩？係啊，我知啊。我專注唔到啫。你唔好問問題住，等佢專注搣蒜頭，等佢搣幾耐啊？啊，搣到啦，簡單啊嘛。係咪suppose用刀噶？人哋係徒手搣，咁其實要切咗嗰啲啊。點解搣完都仲係有陣衣嘅？佢有好多陣衣噶嘛，好似洋葱咁噶。即係大家應該又喺 comment section 度又會話：，哇！你咁樣揸到我恐怖啊！冇事嘅，我驚我反轉咗把刀。點跟法？問題繼續開始。如果你以後的女朋友很喜歡很喜歡魚，說要養魚，那你會怎樣呢？那個女仔本身很喜歡魚，說要養魚，我應該對她已經沒什麼興趣了，即起碼我身邊很朋友的人沒有人對魚有癖好，即不會很喜歡魚，我一定要養魚，未認識到這些女仔。 Jenny 很喜歡養魚，咁人會變嘅，即可能十年後我唔驚魚咧，係咪先？最中意你媽咪煮嘅咩餸咧？煮中餐，我媽炒嘢好叻噶。節過節咧，佢會煮一大餐飯，嗰啲九大鬼咁樣咧，冇嘢難到佢。我中意食我媽咪炆冬菇，如果 casual 啲嘅咧，就係番茄炒蛋嗰啲係好好食。即我暫時未喺街度食過一個番茄炒蛋係好食過我媽咪煮嘅。最中意你自己咩花名？有人中意自己花名嘅，教主其實唔係花名。除了教育之外，小婷婷都幾得意。你平時中意聽咩歌啊？快歌，切完蒜頭啦，用咗十分鐘。一個負責任嘅廚師咧，係唔會將啲廚餘啦或者垃圾繼續擺喺張台度嘅，通常係完成一樣就抌一樣。一個負責任嘅廚師咧，應該煮啲好嘢。錄音嘅時候有咩習慣啊？我錄音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揸住支筆。我每次一放低支筆咧，嗰一 take 一定係用唔到。我會咁樣揸實支筆。冇參加到全民造星，冇做 Mira， 你而家係做緊啲咩咧？應該仲係繼續教緊跳舞咯。本身嘅目標係教到接近30歲啦，跟住就會開始開餐廳，又或者搞下生意咁樣。本身我嘅人生目標係咁樣嘅，係咁而家係完全唔同曬啦。你人生最低潮係幾時？有兩個時期係最唔開心嘅。第一個時期就係、是、第一個時期係我家姐會考放榜，我全家人係崩潰。我記得我爸同我阿媽係冇講嘢一個月，唔同我講嘢，佢哋雙方都唔講嘢，亦都唔同我家姐講嘢一個月，但係純粹佢哋太傷心啦，所以想做任何嘢唔想講嘢啦。第二個最低潮，我就狗 Rosie 過身咯。所有低潮都會過去嘅，重新振作，繼續。你最近有冇咩煩惱啊？有啊，錄音啊，即係得翻一次嘅機會，可以令到隻歌扭轉乾坤，未落鹽啊！而家落咯，做咩啫？神徒問你幾時可以睇教主嘅朱古力啊？大家都睇咗啦，唔係咩？周不時成日都 show 喎。係 show 少少咯。哦，即係個朱古力係有分份量嘅。一排朱古力睇啊！教主，你平時出街會帶啲咩㗎？要做嘢嘅話咧，我一定會帶個背囊嘅。咁背囊裏面裝暖包啦，香水啦。少量化妝品啦，即係 in case 如果真係要自己 touch up 嘅話，覺得自己入行前同入行後有咩唔同？肥咗，但個肥唔係個身肥咯，係面肥咯，唔知點解。哇！啲意粉多到對唔住，我一定要 show 一 show 俾大家睇發生緊咩事。以前咧係點樣食咧，塊面都係 lift 入去嘅。而家咧係就算唔食嘢啦，塊面都可以暴漲。有咩類型嘅節目好想試下拍㗎？煮飯嗰啲節目就唔得啦你。旅遊節目咯，我好想介紹地方。我以前中學嘅時候，我老師成日話我啱做司儀啊，
因為佢話口才好叻，做旅遊節目就係需要口才嘅人，信唔信？有壓力嘅時候會做啲咩嘅？我有壓力嘅時候咧，通常都會聽歌同埋沖涼瞓覺。你沖個涼係爭好遠，所以係聽住歌咁沖涼。由開始跳舞到而家，成為咗跳唱歌手，你有咩説話想同你爹哋媽咪講咧？好多謝爹哋媽咪一直以嚟對我嘅包容同支持啦。要入行，可能我唔會知啊賺唔賺到錢啊，我唔會知道我唔會有機會啊。開始佢哋都義無反顧同我講話，試啦，唔緊要啦。呢年紀我翻屋企食飯嘅次數係少咗好多嘅，咁但係佢哋都俾説話我聽啊，亦都冇怪過我啦。I love you so much。如果身邊有人不開心或者心情不好，你會用什麼方法去安慰他？我很喜歡上網 search 一些 quote 給他們，我安慰人打千字文，對一個不開心的人來說是一件很重的負擔，覺得一句很重的 quote 就會很幫到那個人。不如我現在跟大家講一下我搞了些什麼。我切了煙肉，煮熟了意粉，製作了一間意粉的醬，就是蛋溝了芝士碎的一個醬。複雜咁，做咗呢啲嘢做咁耐。阿主啊，你三圍係幾多？三圍個胸同埋 pat pat 真係唔記得喎，但係腰係28咯，下腰係30。你幾時想拍拖啊？隨時隨地都可以拍嘅，如果有嘅話。現在沒有啊。教主，你係咪一個好眼淺嘅人嚟嘅？細個唔係，唔知點解入咗行之後咧，譬如同花姐阿 Jeremy 佢哋睇戲咧，好老土嘅喊嘅情節，佢哋兩個都冇感覺嘅，但唔知點解我就會飆咗眼水，會彈油啊，大佬啊，忍痛，一啲反應都冇，費事整污糟啲鏈咧，咁所以我就你平時放假會唔會約人？去做啲咩㗎？會啊，會去行街買嘢，一係衫，一係首飾。其實頭先我啲戲嚟嘅咋，我係冇咁驚嘅。OK。如果你中意嘅人已經有另一半，咁你會唔會放棄咧？定係會繼續追求？如果佢有另一半啊，放棄啊！我唔係嗰啲拆散人哋感情嘅人嚟啊。換轉，我都唔會想俾人哋拆散我感情。如果那個人是沒有拍拖的，但他很不喜歡我，那我會繼續追的。如果他已經是有男朋友的，那就沒計了。如果用一種動物來形容神豪，你會選什麼動物呢？兔仔。我覺得兔仔很有趣，都很 QQ。 那你們就是這麼 QQ 的嘛，是不是？有沒有試過潛水啊？沒有，沒有試過潛水。有試過在游泳池扮潛水。如果你有小朋友，你想要几多个啊？三个。哇，咁多，男定女啊？冇所谓，最少有两个。请示范如何氹翻俾你激嬲嘅女朋友。好似好掂咁。好得啊。嗯。真系好食嘅。系啊。真定假啊？可唔可以示范一下点样氹翻俾你激嬲嘅女朋友？好简单嘅，唔好嬲啦。好嗎？教主，你比較喜歡另一半黐身啲啊，定係獨立啲嘅咧？我比較喜歡黐身嘅，獨立我又覺得冇拍拖嘅感覺。但可能成日做嘢揾你。O K 嘅。你屬於黐身啲嘅男仔定係獨立啲男仔？我唔係贊自己，但我覺得我真係可以 take 到一個好嘅 balance， 信不信由你啫。咩都自己講曬。牛排。呢間房嘅所有人而家都係用一個好質疑我嘅眼光。人煎牛排有咩平啲咧？真係冇平啲，等佢傻。你幾時開 live 啊，教主？其實咧開 live 好難嘅，大家都好想我快啲開 IG live 啦。以前點解成日開到呢？因為以前嘅工作可能冇咁忙啦。即係可能以前嘅工作冇咁繁忙啦，我可以早啲翻屋企啦。通常我都係凌晨一二點先翻到屋企咧，同埋大家瞓曬喎。所以其實我係要夾啱時間呢一個困難咯。哇啦！完成，等我執靚啲個排版先。係，你繼續問。除咗西蘭花炒雞柳，仲識煮乜嘢？卡邦尼意粉、煎牛排。問題問得好好啊！問呢條問題嘅人，你係真心問緊啦，你係質疑我咁啊？一攻入去嗰個牛扒度，所以係好特別，好想食嗰份。梨花，我唔係咩？之後花茶味啊，花茶牛扒啊，好好食啊！好，我哋唔好再食啦。卡邦尼意粉，我覺得應該係會太鹹嘅。
同埋我錯手落咗好多胡椒粉，所以我係驚嘅，同埋點解咁結踢踢嘅？講嚟聽下點咩味？同我 expectation 完全錯曬，係冇味，點解冇味嘅？冇理由喎，我咪 skip 咗啲嘢啊！呢個牛排都冇事嘅，你買翻嚟啫嘛。喂，成日冇講出嚟。O K 啊，超長嘅。我煎得好啊！我哋留翻俾 Karen 食，因為啱啱講佢話佢好肚餓想食。啊，辛苦啦，係你嘅獎勵。食咁細啖㗎，我先幾俾面自己食好大啖。哇！你啱啱時咁嘅樣。食唔出，真係食唔出，好重奶味嘅，熱你嘅咩感覺？健身啲嘢咯。經過大家試食咧，評價都唔錯啊，即係出咗少少問題，但係就呢啲問題係每個人都會發生嘅嘢咁。行喺屋企就煮下呢啲西餐食啦。希望今次條片答中你哋問我嘅問題啦，我都盡量解答。咁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